小王，你这等我一会儿，我们去工地看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只为了我心中的每次感动。陈总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拿安全帽。好的。我知道这往已经看给陈总。陈总，你看一下，咱们一期的工程马上要完工了。而且日色也特别好，没错，感谢老板的支持。咱们宜宾的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一定要保证空气安全。好的，陈总，您放心。还有一点，一定要保证工人的如常。放心吧，陈总。陈总，你看咱们的安全措施特别好。不错，这安全措施做得特别好。陈总，公司里面还有一个合同要谈，我先回去接待一下。好的，你回去接待吧。亲爱的，这个项目要是我拿下来，这辈子吃穿都不愁了。放心吧，亲爱的，这工程的负责人是我好闺蜜，绝对没问题。什么？喂，陈总，老董事长给你安排了一场相亲，他在办公室等你，叫你赶快过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呀，这不是我前男友冰冷吗？来，你介绍一下，这可是我当年心目中的男神。不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我们俩啊？啊？就你这身衣服，在这里找活干的？我现在认为当年离开你是多么伟大的选择。你看看你现在混成什么样子了？天哪！遇到你前男友真的是运气，看到你前男友混成这个样子，前面我是吃苦啊！我这两百块钱，妈去买点饭。记着，找不着工作，找我男朋友。整个工地都是他的，拿不到工资记着给我打电话。好狗不打架。喂，姐，我又来相亲了。上次你给我介绍的那是什么呀？厨子那个样子，这回是个有钱，正国集团的董事长。这回是个形象好了，咱们家就光宗耀祖了。好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了，他马上就过来了，拜拜。不是你谁呀、啊？怎么这么帅就进来？那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是谁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办公室吗？这是你一个臭老公过来的地方吗？老公怎么了？老公就不能来这个地方了吗？你个臭老公的，该干嘛干嘛。别在这里待我了，赶紧滚！我知道我的生命中一定与众不同。你知道公司在哪吗？知道啊，就在前面。迎着风向前冲，我要请进。二流子，哎呀，老同学，快进来坐。老同学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听说第二期工程要开发了，你看这事儿。这事儿啊，来什么？我们这么久都干什么呢？一会儿董事长回来，先跟自己回去。谢谢啊，兄弟。
会董事长回来多多帮忙美一下。这边我们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的关系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们。这次我合作的事情就全看你了，事情当然一个，他是绝对不会推上你。我是干什么的？又能找你来爽吗？我是干什么的？又能咋告诉你吗？不是，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哦。哎呀，这说着说着还坐上来了，你知道这桌子多少钱吗？你个臭老头，这桌子要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是干什么的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是正国集团董事长的未婚妻。你不需要明白我的故事，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未婚妻，我怎么不知道董事长有这么一个未婚妻？你个臭男工人，知道啥？下来，赶紧给我滚！有几人能逃过董事长这么有钱？不许他呀！我实话告诉你，走开！你好，我们找一下那个郑国集团董事长。哎呀，你两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认识没有？整个世界都被占领。是啊，我爸妈总是在给我订的娃娃机，还青梅竹马。你可不知道他小时候的样子，我现在想起来饭都吃不下。哎，我现在问你，你还念裤子吗？曾经遇到暴风，刚才你在努力，现在在这里，你是不是来扫厕所的哟？你们几个有没有事儿？没事的话赶紧滚，我还等着相亲呢。你看你穿的这样子，别人在嫌弃你了。心中自己加油打气，你哥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行哈，今天你们做出这件事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我会站在风雨中告诉自己不。喂，二儿子，你进来一下，别办公放走。你就装吧，还办公室。我还可以说这整栋楼都是我的呢。同志，你找的人是吗？也许如果暴雨，他是董事长。二哥，去给我安排一辆车，路上会有很多情绪。哟，丽娜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当上董事长了呀？是呀，没想到吧？你是意外。刚才只是个误会。千万别放在心上。这，你啊，对，原来你是董事长啊！我是我姐叫来跟你相亲的。相亲，像你这种人就不会拥有高级的爱情。门在那里，是吧？忍着泪，我数着身上的伤。你看咱们这个活着吗？老乡也拆不了。丁呐，你看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分上，你就帮我一下吧。感情，大刘，这么多年不见，遇见的就是缘分。看见你父亲这个样子，我这心里属实不安。我这里，在这个浮浮沉沉的乱世，我就像一粒沙子。刚才的我，那一颗倔强的心。现在的请吧。你不需要明白我的故事。记住了，不要敷衍。